嗨，大家好，这里就是我的这一张第一张个人的专辑的录制的地方。大家看，就平常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平常吃饭的地方。对，偶尔点点外卖啊，点点火锅之类的，没有开玩笑。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中方制作人他们的工作室。Go， Yo， Yo， 对，很多很棒的歌手在这里写出来的，哇。现在我带大家去见一下我这次特地从国外赶过来帮我们制作歌曲帮我们录音的 Jamba Jamba 和他们的团队，好吗？哇，嗨，what up man？ Yeah， what's up？ Yeah， we love Luhan。 Oh， thank you。 He's already huge， we're gonna make him a world star。 Luhan is the best。 Luhan, on three,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